拉回来是右半边很强劲，王振南扑下去没有办法拦截。今天中信兄弟的第一支安打出三坏，集结出手打上了左半边的平飞球落地形成安打，跑者绕过了三垒之后要来抢攻本垒回传球来不及，这个时候又拉回来在右半边又是一个平飞球出现了安打。 跑者绕过了三垒之后，一样是要加足马力往前冲刺，回到本垒，攻下了中信兄弟的第二分。这个时候，岳振华也是补上专打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泱泱，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